南都娱乐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李易峰，现在是快问快答的时间。我的经纪人被粉丝偷拍了，然后很好笑的一张照片。好像最近他们又要让我去拍一个，那我很认真的拍，他们就是也很认真的嘲笑我。穿一身钢铁侠的衣服。我选择跟他们俩断交。还是微博更新的频率高。最近一条朋友圈，就是昨天也是，对，就是冬至吃羊肉汤饺子的，跟微博一样，没有遗憾。我不知道。哎，有，我搞到真的了。对，过年就是跟家人一块吃个饭，然后聊聊天啊，谈一谈，闲扯一下去年发生的什么什么什么事情。对，演唱会我不知道，我就那天随口那么说了一句啊，因为就是拍戏要花我很多时间，演唱会又要彩排啊，我觉得还是需要好好的规划一下。最想跟粉丝说的就是非常谢谢你们这么多年对我的支持，或者是也有从去年开始支持的，没关系，就是你们对我的喜爱是最重要的。然后我也刚刚采访的时候他们说我撩你们撩的少，但是你们知道，就是我还是非常看重你们的啊，希望呢你们喜欢我，就是非常值得的一件事情。就是还是希望喜欢我和我喜欢的人，爱我和我爱的人都能够平平安安，健健康康啊，然后明年大家都能够挣到很多很多的钱。